小米椒，耶，原住民的杀猪点是高高了。一零幺幺八呀，两个八呀，那个特呀，那个。耶耶，呜哇呜哇，耶耶，呜哇呜哇，耶耶。今天要当一个娃娃车司机，听说要在一个很厉害的学校，一载就要载二十三十个哦，不简单哦。我这个文章大家了，文章大兄不简单哦。我们特别来到新竹的尖石乡，天哪，好紧张啊！他们在前面等我了，上车，上车。Hello， 会不会用后面的？第一次看到本人，对不对？看能不能要包包贴好。真的，第一次，越帅。嗯，你那天干嘛学我戴跟我一样的帽子？我帅了，哪里？也帅了，哦，也帅到。大家好，我是家庭舞团的陈尚恩。来，你看他的手多漂亮，陈尚恩。我叫邱安妮，今年国一，喜欢吃芒果，然后住马台天涯住的，然后单身。哦。你是哪一个学校的小朋友啊？嘉熙，嘉熙，听起来很像足球队的。没有了。听说团长在车上。耶，我。叫什么名字？哎呀，先全部报数一次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报数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到。三四，再一次，我的节目很多人看呢。有吗？好，不能，人是高不能不呢。没有看过娃娃车司机长那么帅的吼。有，就是你。有人长得比我好看吗？没有。合唱团对不对？对。要不要来为我们献唱一首歌？必须的。下面就回说他们走音还可以出去比赛怎么办？不要管你自己给我唱，不要管那个双鸣啦。双鸣哦，双鸣，一定是双鸣咯。听说你们要出去比赛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哪一个国家？韩国。Korea 是亚洲性的比赛，还是全世界？天哪，你们很强耶！刚不会回来每个人都变 Blackpink 吧？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
我的频道叫什么？布莱特靴靴。你还在讲？老师，我自我介绍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不耐烦的不耐，然后今天是你们的娃娃车司机，拍手。有时候我们都是有时候。今天最会唱卡拉 OK 的歌。啊！你的主题曲是什么？彩虹。当天空灰暗，当气温失常，你有巨大的坚强。好了，大家鼓励。我唱了。狗仔可以槟榔就是小米酒，耶！原住民的山猪就是狗狗了。我们正在脚上穿着 Air Force。你先唱歌好听耶、欸、真的吗？我有看过你的那个小朋友唱什么唱、那個、你先唱古调吗？就唱能能把希瓦里有沙沙塞过几沙给吗？听过吗？没有有梦啊有沙托嘎过安努巴巴真都好一下。哎、欸，我唱得很烂，你妈妈会生气耶。月牙，太阳牙，月牙，好啊呀。你们是不是很会跳舞？你们这一车的人。对呀、啊，还好。我不会跳。我带你去哪，你都敢敢啦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你们是比刚刚那一首歌吗？啊，是不是还有外语的歌？有啊，很多。好想听你们唱外语歌哦。匈牙利哦，对啊，你们唱的好像比刚刚那一组唱得好哎。好，今天节目到这边，谢谢谢谢。等一下，老师我有没有信心？当然有啊。信心拿有没有信心拿第二名？没有。只要我们只有信心拿第一名，没有第二名。拿第一奖。茶叶式的欢呼。罗嘎。来，各位教观众朋友，罗嘎是什么意思？罗嘎的意思。我们探着发音。来，最后一首歌开始。开始。挂了拉吉达烟，嘟了嘟了啦，我和是绿色的哥俩哥俩啦，我们的路呀那路个单哒，苏达巴巴那那路个单哒，是乌达那乌路呀个达呀，就是蹦哒哒。开心不一点，小大音乐拉你个大呀！好了好了，拍手！记得关注那个不耐哥哥，订阅加分享，按留言。到了到了，拜拜！出国加油加油 ，Kimi 发一下，给你们力量好不好？加油加油，罗干罗干！祝你们加油好不好？好，来来来，谢谢司机大哥，拜拜。Hello， 学员帮我们用吗？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最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，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